要上春晚，你看行不行？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我要上春晚年终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年终特别节目是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啊，我想我们的节目是从2010年的9月3号开播到现在，虽然说只有短短的4个多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节目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为每期节目当中啊，都会有一些明星大腕闪亮登场。更重要的是，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来自民间的普通百姓，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他们的绝技绝活和他们的新奇的创意，所以他们的表现也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同时也赢得了我们春晚总导演的关注。那么在前不久我们的七七特别节目播出之后呢，已经有观众投票产生了第一组，从我要上春晚节目当中直接推选上春晚的，那就是旭日阳刚组合，要向他们表示祝贺。但是很多很多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也觉得，就上这么一组是不是有点少啊？真的，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不满足。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3天推出我要上春晚年终特别节目。我们把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得过人气前3甲的所有的嘉宾悉数又请回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在今天将开始3场年终特别节目，让他们有一次重新展示自己的机会，也让他们向我们的春节晚会啊发起最后的冲击。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可以说有9大评审，其中就有我们3位春晚总导演。来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各位评审，他们是中央电视台资深导演黄一鹤，黄导，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老师，著名作曲家徐沛东老师，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著名导演尚敬，尚导，奥运冠军杨威，另外当然就是我们3位重量级的，也是我们的所有的表演者最为关注的，我们的3位2011年中央电视台春晚总导演陈林春，陈导，马东，柳刚，再次向9大评审的到来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欢迎，欢迎各位。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注意到了，哎，还有那些很熟悉的面孔今天也在现场，是的，他们就是曾经我们节目当中妙语连珠的各位评审，他们今天坐在了小圆桌边上，因为他们今天的身份呢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不再担任评审麻辣评审，而是作为推荐人的身份要向大家推荐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节目，对不对？也期待着各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来，掌声有请第一位推荐人。晨晨你好，又见面了。来，今天还是听听屠洪刚的推荐理由。是，我今天向各位嘉宾、各位评委、还有各位导演隆重推荐我们3位小姑娘，尤其我们晨晨，虽然年龄啊不大，但是已经是数次获得了我们世界级的轮滑的冠军。对，所以呢今天呢我把它推荐给更多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好，希望呢能通过他们的这种特有的青春气质，嗯，还有他们的这种自信，嗯，美丽，嗯，传达给更多的人。好，哎，让我们掌声欢迎。各位评审，朱军看了以后的感受怎样？我跟尚敬导演在看的时候，我们俩交流说，哎呀，孩子真是无敌呀，他们在上面怎么做都可爱，真的可爱。而且陈晨除了可爱之外，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再一次的为陈晨鼓掌哈，我们应该多一份敬佩才行。因为从2007年开始他参加全国比赛，到了2008年他在全世界少年组的各种比赛当中，只要陈晨出现，基本上冠军就没有悬念啊，肯定是他拿。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真的很棒。而且呢我觉得很亲，就是看他们在滑的时候很亲，一个是孩子，二一个呢我觉得是这项运动如果能上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推广全民健身，或者说推广一项跟我们很近很亲的体育项目的一个机会。嗯，来，三位春晚总导演。这个景象啊，在很多城市的广场，在很多的小区都能看见，啊，这个很多这个滑轮。但是我就提一个很好奇的问题，你这个滑冰也能滑成这样吗？滑冰可以吗？滑过冰吗？会滑冰吗？滑冰我滑过一次，然后感觉跟这个差不多，我一样可以在上面做动作，只是没有场地。太好了，你这以后就能像杨威一样，能够争夺滑冰的世界冠军。谢谢导演的鼓励，谢谢孩子们，谢谢你们，晨晨加油。好，谢谢，谢谢，谢谢通刚，谢谢。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推荐嘉宾。你们好，大家好，欢迎各位。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大家好。你好，蔡国庆好，玛丽好，孝伟好，欢迎你们。哎，我没想到是由蔡国庆带着你们俩出来的，说说你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推荐人。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没想到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么多节目当中，我一定要推荐他们二位哈。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让我打动我的就是这样，他们身体上是有残缺的，大家都看得到，他们也上过很多的节目，但是他们从来没上过春晚。但是每一次他们的表演，他们精彩的舞蹈，我觉得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生命的感动。
你会看到他们身体是有残缺，但他们的舞蹈真的是展示人性的一种大美，这种美就是让人们知道信心和力量。所以我觉得春晚的舞台不仅是一个精彩节目好看的舞台，我觉得更是一个要打动人心的舞台。看到他们的表演的时候，你心会为之一震，你会觉得我们人生就像他们要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看到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都可以有这么精彩的完美的舞蹈表现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面对呢？是、其实他们用他们的精神告诉我们，残缺的肢体依然可以拥有完整而精彩的人生。是的，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傲雪，来有请二位。真没想到，我先问问玛丽，你之前有绘画的基础吗？实际我之前就一直在学画，那个时候是右手学习的，后来就是车祸之后呢，然后左手学习，但是一直是业余的学，除了舞蹈，然后就是业余学画画。哦，就是也有一些基础。那校伟呢？你看今天那个梅花的枝干是玛丽完成的，花瓣是校伟点上去的，多有创意啊！是，你也以前学过？我没有，是马丽姐教我。马丽姐教你的，那我看到你后来还用左手写了傲雪两个大字，书法也是我的业余爱好吧。哦，平常我就会练一些写意画还有书法。等于说是把平时的一些积累都用到了这个舞蹈当中。你会感觉到这样一个节目它是非常丰富的，对、就是、包含的东西很多的，完全是他们自身的一种体现。就像一朵梅，一枝梅，这就像是一枝竹，对，是吗？中国人竹和梅在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都有着很美好的象征。对，很美好的。当然君子当如竹啊、对不对？非常挺拔，而且虚怀若谷，有气节。而且这个女孩如果像梅花一样的，就是属于那种既有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坚韧，又有那种俏丽，那种朴素。没错。我们来听听看各位评审黄导的感受。看了以后非常激动，他不仅表现了一个舞蹈，而是浓缩了人生的一生，面对困难，面对挫折，坚定不移。我觉得这种精神呢，是我们每个健全人要好好学习的。他们虽然看着有很多，确实有很多部分没有了，但他们所有的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所以这一点我感觉特别珍贵，
这个春节晚会的精华吧，春节晚会应该给人们一种这样的精神，给人们欢乐，给人们信念，给人们坚定。所以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二位年轻人呢，能够做这么好的艺术表演，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精神食粮，所以真诚的感谢二位。黄导讲的太棒了，谢谢黄导。那向大家介绍一下，黄一鹤导演是咱们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晚会的总导演，而且连续担任过五届春晚总导演，也是从他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有了直播，开始有了现场点播。可以说黄导导的春晚啊，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一台春晚了，而是电视节目的一种创新，也将被载入中国电视的史册。在这里啊，谢谢黄导，谢谢您今天能够来到现场，谢谢您。我们来听听看春晚的几位总导演有什么问题。我要问的就是在历届这近几年的春晚上面曾经出现过两个残疾人的节目，你们能不能说出他们的节目名字或者是表演者的名字？好，千手观音，还有台湾的阳光，完全正确。我替陈导来做这个结论。对，他们刚才在说谭丽华，把谭丽华的名字说出来了。其实他们也曾经与春晚是失之交臂，差那么点，后来上了元宵晚会。但这次你看他们带着自己的梦想又来了，还是希望能够争取这样一个机会。但我觉得这次好像离这个梦想更近一些了，咱们应该算是半只脚吧，已经踏上去了，还有半只脚要努力，就这个结果现在还是一个问号。来，再一次谢谢二位，谢谢马丽，谢谢孝伟。这么美好的时刻，蔡国庆也应该给我们带来一首美好的歌曲。对，为大家带来一首《美好如梦》，祝愿大家新年好梦成真，梦想实现。好。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要上春晚的年终特别节目，在这里呢也要感谢我们栏目的独家冠名播出企业阳光保险集团。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30组的人气前三甲的表演嘉宾都将有机会获得由阳光保险集团提供的笔记本电脑一台。接下来我为大家请出的这一位，我觉得我看过他的表演，是我们所有的我要上春晚节目当中最让我
忍俊不禁的这样一位来自四川省的一个乡村小学音乐老师的表演，来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推荐嘉宾。我刚才瞄了半天了，我说那是一个来自四川省的一位乡村音乐教师小学老师，我说的好像不是你啊。我要上春晚。春晚总导演都在这儿，那大家给个正话，那我跟董卿俩上春晚去主持多好啊，同意吗？首先九大评审当中首先就有一个人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朱军，那你们俩主持。哦，你别说，这招挺好啊。不，那导演，那导演申请今年春晚我就不上了。上，我做你做男性，我做女性主持。那马东连导演都不当了，我连导演都不当了。实在看不下去了。言归正传，你的推荐嘉宾呢？推荐嘉宾，对，他得闪亮登场。来，掌声有请。你好，王老师好。你看。特别朴实的一位乡村小学音乐老师，是四川省青川县竹园镇梁沙村小学的音乐老师。你多大岁数了？53岁了。53岁啊，53岁，你看啊，他这个我见着老爷就不会说话了。我见着老爷你就不敢说话了。没事，黎明，你只要上春晚，你那会儿就不紧张了。你那会儿就会说话了，因为那天呢，姥姥也去。好嘞。对，他的乐器啊，一般人真没见过。徐飞鹏老师，你搞了一辈子音乐，你知道他这个音乐叫什么？二胡，你知道？这边帽子加这个东西，完了他还有些加不成，凑到一起。你等一会儿，让徐飞鹏老师，你知道什么乐器吗？就钓鱼的。不，他一看就不行。他这个乐器啊。你这个整个组合起来叫什么乐器？不是啊，你还推荐人呢？你我来介绍啊，他的乐器叫绝胡。绝胡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杆啊自己做的，这都是坐在帽子里边，是打爵士鼓的。对，打击爵士鼓的，这是二胡，就把爵士鼓和二胡两样乐器放在一块儿，自己发明了一种演奏形式叫绝胡，真的绝。Thank you.
网上有网民很亲切的称这个王老师这种表演方式叫鸡啄米小乐队。真不容易，我佩东老师，我刚才想，他那个二胡是一个节奏，爵士鼓是一个节奏，这个真的这有，你看我们两只手都不能做不一样的动作，他是怎么完成的？一心五用，嗯，多用，对，先不说你能上春晚，先你办一个这个科技发明奖，你很有创造力，你是怎么琢磨的？你这说说怎么创作的？我是小学音乐老师，在教孩子们唱歌的时候，把二胡带到课堂，他们听着二胡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就把大鼓弄过来，踩起来以后，孩子们就不睡觉了。这就是我要向你学习的精神。就是为了叫醒学生，醒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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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兴趣。最可贵的地儿我觉得是在什么，人这个乐器的，他这种组合乐器的发明是在他的生活工作当中，对，因人而异发明出来，对，要教学，你看他那个乐器啊都不是很好乐器，而且那些打击乐的小东西都是因地制宜，我向你致敬。谢谢徐老师，你有这样一份对音乐的热爱的，首先是让我感动。乐器乐器本来就是乐器，本来就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你能够挖空心思的琢磨这么的巧东西啊，我也觉得像你，我就佩服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对，马东给话，马东给话，能上春吗？马东总导演，给话，能不能上春吗？直说真话，直接给啊，直接给。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参加他们中国体操队的春晚。谢谢，我明白，观众不一样了，我明白了，说的明白了，黎明，别着急。只要老爷一推荐人，肯定能上。老爷算了吧，老爷，你自己还老毙呢，被老魏毙掉。旭日阳光，我一推荐来春晚，怎么样？咔咔，现在定了80%-90%了，是吧？不是，旭日阳光是100%了，现在。100%，那你肯定80%-90%。别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呀、啊？怎么呢？那还有20%怎么办呢？那我再推荐个人行不行？再推荐，你推荐他呢？怎么再推荐？他这个等后后慢慢商量。你们刚才是不是指挥？等一下商量一下，完了一道来。我再推荐一个，你再推荐一个啊？谁呀、啊？陕北，我们星光大道的无冕之王，小姑娘，小姑娘，王尔妮儿，有请。老毕，你不带这样的，咱们这30个节目本身竞争就很激烈了，你再带个自己人过来，还要大家一块再来争夺这个机会。不，你就二妮儿，可。整个歌，正好春晚两个总导演都在这儿，徐卫东老师不李武一老都在这儿，给我、这么多老师，那我今天唱一首歌就能上春晚吗？唱好了就能上。那我唱没问题，我唱什么？你唱个那个董卿没听过的《感生灵》。这歌我一个人唱不了。啊，对，俩人唱啊。嗯。我他情歌，我和你唱。你就算了哦，老毕，原来你给自己争取呢，是吗？我托他，我跟你唱。我不跟你唱。太不给面子。你这么多人，家总导演都在这儿，你怎么为什么不跟我唱啊？你唱歌跑调，谁不知道？好。不，董卿，别好，新形势下，他不一定。我劝两位总导演从抖擞，不拘一个降人才，说不定今天春晚需要跑调的呢。春晚还需要跑调的 music。走透透的那个路子哟，发发发的那个灯，哎呀，戴上的那个领子哟，哦，娃娃的那个身，
有请下一组表演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推荐嘉宾吴越、哎、本身就功夫不得了，还好武打明星嘛，谢谢。这个节目非常具有可看性，而且是我们这个保利功夫明星团他打造的一个有禅意文化的叫静。今天还是你们三位来演吗？对，今天我们是代表来演的、嗯、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参加演出有24个演员，演的就是刚才吴越说的吴老师说的宫十九卷之静。掌声欢迎。各位评审的感受。黄导，这么净化这么美化的这样的诗句第一次看到，看这个节目之后呢，我总上感觉我更加爱国了，感觉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确实了不得，冥想全世界的这样中国功夫，把它演绎成为它就是强身降体，是为了和平，为了锻炼自己而存在的，所以我感觉到这里包含着 很深刻的哲理性，所以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潜力无穷啊，内涵无穷，很深远，不是看一遍就能看够的。我希望有机会在电视上我还能看到这个节目。我觉得您说的很有意思，一看这节目更爱国了。对，这是也是您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被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受不深一些，对，更受到一份感染和鼓舞，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看看各位总导演有什么问题。功夫十九卷其实春节晚会剧组很早就关注，我们调看过他们的整套录像，当时就觉得特别震撼。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针对这个节目两个导演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个人说节目里面绝技的展示更重要，
另外一个人说美感的展示更重要。假如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你们觉得哪个意见更有意义，哪个意见更应该听取？首先我觉得应该听取第二个意见。因为什么？因为武术其实是一种文化，它不仅仅只是一种运动，所以说我们呢更加注重的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但我插句嘴啊，我觉得这是你的经验不足。如果换成我的话，我就回马东老师一句话：两个人谁说了算，我听谁的。两个人的意见我都听。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本身我要上春晚，就是给春节晚会准备的，预留很多的节目，大家去选取。那我觉得春晚在每一个爱好文艺的普通老百姓的心中都是一个圣洁的舞台。你要论绝技他们有，你要论艺术性他们也有，是吧？你说这咱意见咱都听，因为我们都能做到。是的。那我再回问马东导演一个问题，既然导演组已经关注他们很久了，整部功夫诗九卷你们也都看了，请问你们意下如何？应该说我们印象特别深，但是这个节目最终能不能够出现在春晚舞台上，取决于整台晚会的编排。不是他们一个节目水平够不够，他们已经是一个世界级标准，无论是艺术标准还是技巧标准，都已经是世界级标准的一个节目。但是它确实取决于春晚整体的一个安排。好，明白了。反正咱们总之就听导演话呗， 是吧？谢谢导演。对，谢谢。而且这个评价也很高了，认为你们已经达到世界级的表演水平了。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敬礼。也谢谢吴越，谢谢。作为推荐人，吴越是不是也推荐一下你自己今天带来的节目？我给大家献上一首我自己写词的歌曲，叫《五月沧海》。献给大家，谢谢。好，掌声欢迎。沧海出却巫山，山中何来神仙？闻鸡起舞，少年气沉丹田。长龙不分朝天，青雪风穿牡丹，赤血把醉少无影，情去囊前。在梦中长亭前一声召唤，那一位大侠名叫黄山。豪情穿古道热肠，忠义挑两肩，笑傲江湖都只为一波云天。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尽了世间炽热一身寂寥，江湖孤尘飘摇。清风笑，烟雨摇，我不如把豪情满怀都吟成一襟满朝。谢谢。哦，我问一下吴越，你自己上过春晚吗？在梦里我见过你。哎呀，我强力推荐吴越也可以上春晚。其实我也能演小品，我的单位是国家话剧院的。谢谢。哦，演小品、唱歌、武术，你们看着办吧。是。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推荐嘉宾。欢迎你们。你好，
你一看你就跟大姐姐似的，牵着俩弟弟妹妹就出来了。你的推荐的这组节目是二人转，推荐理由，推荐理由就是因为我看了我要上春晚。